为什么这还在啊？这个还有奥妙，三小。为什么他那个炼狱员一直升等啊？一直要更高级啊？不懂。然后一直打，一直打。人奥，啥意思啊？这个？他选到这个臭屁猴也没有变样子啊。打得到，
操！啊！被打爆了、啊！再下来啦！哇，跑太远了吧！好，这个小猴，慢了，
还是没有那个哎、欸。没有那个什么小的，那个尾巴没捡到，奇怪，哎、欸，还是我有捡啊，忘了。哎呀，现在嘞，还是没中啊。还是再打一次。那那个到底要怎么拿啊？天哪！会拿不到嘞，然后他这一次不是在这边哦。他是在下。打得到，哎呀，哎呀，看，
真可爱。又跑掉！我的天哪，哥哥！别！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上面有一只哎，我地终于断了，打超久了。他是去哪里？上面吗？去哪里呀？啊，他是去遗迹那边吧？对了，去那里。
不下来，哥哥。啊！厉害了呗！尾巴没断，弄手可以啦。手比较值钱。那个要拿那个原石，还真踏不上来。手一定要断。应该可以打一把火的吧。そう、峡谷にはどの子を鍛えましょうか。这把是什么？这把是石。这把是火。那这一个嘞？这个插了小猴杖死。这把是水，看一下。武器を鍛えたいのですね。水的还有差，这水的是，看一下。它这个是啥小？飞脚飞脚，是飞脚的吗？去打一场飞脚。这里倒没有飞脚哎、欸，哦这个啊，这脚飞了，不然就来打这只啊。那说不定是一阶一阶往上跳了。这一只是在哪？啊，一家的多啊！百多在这边，这个过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
这里有铁匠吗？都不搭一个吧。 飞脚就他了，飞踢哦，从这边跳。 不是他这，不是这一只哦。 这里也不行，妈的！ 猴子在那。
搞定。ごめん。化兽猎人啥意思啊？这个？为什么这会这样？所以角飞兽没有比较屌的吗？啊？哎，啊？残家零次，妈的，来打黑残家！我来打黑惨鸦，我就不信。好慢，这读取速度真低，糟糕哎。多了。这是什么？在狩猎特定化兽时闪过灵感。速度应该还好。要2000，胭脂炮，胭脂炮，啊，他那只蚕，黑蚕鸭是我没有怕，怕土。这把是啥？哇！就用这一次吧。他的黑蚕鸭在哪？
我想打一只黑残鸦，打不到。是这意思吗？你去那个山上那边看一下。我想打一只黑残鸦，打不到。痛啊！哪里能有黑残鸦啊？文献。我有听到声音呢，在哪里？到深夜没看到东西啊！没道理啊！操！那这里就有问号啊！哎，我在背后，对啊，在这个上面啊，在这里啊，地方。
看，怎么没看到啊？看到。无看的，就是无看的。啊，是无。我来这里瞧瞧。真没有啊！我要找黑蚕鸭，反而找不到。会不会在这边呢？哎呀，完了！哇塞，上了。靠北。干，为什么他不是不能跳吗？可以吧？怎么可能？
哎，主要我是要找黑残鸦，找不到啊。这附近有路边这边。这里有什么吗？没有哎。这里有东西吗？没有。不用那么客气，在那边给我低点头。哥，这里这边会有吗？看显示是有的。边没看到啊，这里是哪里？我要黑残鸦，找都找不到。娶你妹的，娶你妹的，娶你妹。往那边走好了。味儿。哎呀，没有黑残鸦，这样怎么搞啊？
A 铲鸭一只都没有打到。说不过去了吧？黑参加。这边面对的左手边会有。左边这边有东西。好。啊！哦，它可以这样子哦。后面看到了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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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！再来嘞！再来，好像就是这一道。哎，那小，哎，自己爆掉。哦吼，这里也有一只哦，会隐秘的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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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进来了。让他进来，又没什么东西。
要开玩笑。我的右边这边有东西，这里。就是这前面这里有东西，东西嘞。哦，这里看到了。两个。贝里古拉。野猪，野猪骑士，没有那个啦！我的天哪！先回来周子权，那很麻烦呢。那叫黑乌鸦，黑那个黑蚕鸦还是什么？然后什么时候再打到？先回报吧。哟，近頃、今はこんな依頼が来てるぞ。さてと、お、また話そうぜ。話そうぜ。如果这样，那我要直接去那个了。強国には武器を鍛えたいのですね。对啊，这没出，没出，那我要直接去那个。他に。直接去这一张了。都城木匠。